我来要干杯，不来两个。钓鱼还有啊，钓鱼还有啊。来，两个，来，两个，来。两个来，两个来。我来要干杯不？我要干杯，来这个子。来干杯再给我来。干杯。嗯。你讲啊，是种鸡翅啊不？对。啊！啊！啊！你五包，我可以请我你。啊！这五包五百块。这刚有人买的，你下菜贵，下菜心那种不错。五包我收了。这个我觉得我记得今年是涨价啊，二千，去年那一千五盒，今年又一千五盒，放啥炖鹅肉？啊，这我这也变这三个人买不？去年一千五，今年又一千五盒，你搞不呢啦？干杯都有人拿我来，无啦，干杯这什么吃？不爱得路啦，不然要吃干杯不啦？等你再个吞我冰蛋。好啦，无你讲是啥物鱼啦？你钓鱼要五百哦，钓一片要五百哦，你有片五百 ，OK 吗？我查到伊咧讲要自动，我反正唔聊伊。好啦，伊向手包只，要五百啊？对，我帮你捞五百。来，七个。好，今天给你七片五百哦，立秀。现在都没有人要，现在来他们要说什么？你等你老冰夹点。冰夹哦。哎，冰夹。边遐，你等下看要落地去骑落地了啊！边遐遐，遐种清气的。好。啊，你搁是啥物鱼啊？他等下要装。黄鱼嘞，黄鱼。黄鱼对不啦？啊！我刚提一卡，等下去甲切破。边遐只呢？你等下两下啦，因为我较标准。什么事？我你要先看伊，我看我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等下来看。好，等下来看。你两摆搁袂掉。好啦，我搁有包好伫遐边啊。来，黄鱼大只，啥物有黄鱼啊？一尾两尾啦，这三尾来啦，四尾互你啦，五百块啦。这五只五百块，五只五百块。来，搁两个黄鱼的无？还十五百，搁两个黄鱼的无？五百块。五百块可以叫醒两只来，来三只四只来大只的呢，来这五尾五百块了，不然我们叫黄鱼嘛。可以叫醒。黄鱼没人爱哦，我没人爱，后来我就是什么鱼来？我都不要了。我就先你讲，点菜拢袂要紧，你看边仔遐有无？边仔遐空空的，我看啥物物件较补。我空空的无什么多大哦，你讲。三百。哦，三百。哎，搁一啥物鱼来？搁想着啥个无？你想着啥鱼？哎呀，老弟，一只。我为阿一只就讲掉，阿就歹势。来，搁一啥物鱼啊？阿只鹅有人来无？两包一包好啦。两包一百块，阿哥两个鹅啊，两包一百啦。捞两壶，捞两壶的吧，捞两壶的吧。两包一百块。两包一百。这两包来。来了，嗯。老板，哎，谁？卖水果。这个两包跟那个一束黄金。这个两个额外不？加了。哦。他把给钱了。
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大枣鱼。阿哥提两包来。我两包鹅啊不？好鲜啊！你看我，我干嘛要？四块五啊，四块五啊，库存还是那边，罚站买不到，还是要再找，哦，来过来，我们留一回，库存，库存位置很小，没办法前后柜场，库存位置很小，没办法前后柜场，买不到就大声一点，买不到你就去拍我弟的肩膀就好了，压乌的呀，就拍我弟的肩膀，说爆炸，那个全部给我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你就买得到了。啊這個、你就说全部给我，大家其他人不准买，不然你就买得到了。五兆零八，还要我教？土城买不到，怎么可能？你就举手说全部给我，那就买到了、啊。谢谢。高，哎，啥会？还过你还没来，你再喊大声一点啊！给两包来，全部弄个瓜，那就买到了呗。那就给我，没有泰国虾、可乐果，请到。两包。两包请到啊！天花未掉。未掉，安我会向靠近视野。未掉，小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好好
看看是什么鱼啊？白带鱼啊？白带鱼啊？鲨鱼无啦，鲨鱼。啊，不要麻飞机钓鱼，要虾。啊，白带啦，我问者白带鱼够人要食？白带回去用烘的，用真好食，真爱水啊！上尾两第四、第十二、第三百块，把老白带鱼300块，来头前来。我老白带哩，三，还贵啊？好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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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差没有、哦，主动礼拜天不知道，因为他现在还不确定礼拜天看他脚有没有好一点。如果礼拜天脚有好一点就会去，然后礼拜天如果脚还没有好就不会去。他现在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一口物啊！一口物。要不？有钱的，有钱的给我来。有钱的，有钱的。来，200块。好，那我拿200。好。还是要个冷包先买啦。老板，你也不来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帮你开。好不好啊？我是话爱我一包。来，给你。真济来，买两包来。飞机还搁什么价来？200块。买过飞机玩无？花枝丸买200块无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吃紧。老板，请。啊，谢谢。买两个飞机玩无？花枝丸。到花枝哈？这2盒500。两盒。哎，买1盒250啦。不然买飞机玩无啦？我好啊，我黄豆来。啊，想要吃牛啊，牛肉卤、姜母鸭、药膳排骨、羊肉卤拢有啦，好啦，一口乌啦，一口乌。青鱼，青鱼啊。一口的乌鱼子啊。好。干啥嘛？一口乌鱼子的啦。有啊，青鱼啊，青鱼啊，青鱼。我想问一下，一口五包，人要吃的，恁当面后泡过会吃的啊？我问一下，我一包你卖10块，至少才到300起哦。想买2包剩的啦，到3002包500啦，这2包500或3包500，人要吃无？3包500块，4包哩。那是乌鱼啊，油鱼。乌鱼子，5包哩，拢个25块。你帮人倒销的无？不然还袂只销。来，个人来不来？500来，3包来，4包来。500个来，500块啊，够无？500块，来，处理了，处理了。昨天在丰原那个银行经理就直接全拿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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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沙洗细胞是好啊，400块有两个无？400块，400块，400块，我两个人提袂买200嘞，还最后搁一个200块，还是阿妈买这个嘞。来，谢谢来，来，阿哥来，恁个是谁啊？来，恁多利，多谢你们个呀，谢谢孟姐，谢谢孟姐。你在线上有问个呀？恁多利以后完全无饲啦，完全没有饲。这铁板烧火锅店意思了，店就是用这一间个啦。吼，你了，包括你食鱼料有无？早餐店你食你煮个鱼料就是这。好来，这完全无饲，一包好你卖朋友，开800块啦，200块300、350、300你。这两包就奖给现在全家无啊，200块了，200块。多利鱼哦，今天双腿，还200块来掏钱吗？多利鱼，多利鱼的，多利鱼的，铁板烧的煎的呢？哎，啊这还是没有了，啊这还有没有？你进来了？没有。下午，你那个张慕涵，你住哪里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住哪里？你住哪里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问我可以留东西了吗？代表你没有留过，他没有留过的话，我怕你不是台，你是台中人吗？你过来要多久？因为现在已经8:30，现在已经8:30。来，回家我一票好啊嘞。干嘛？你住哪里？我要确定你住哪里，因为你应该没有留过东西才会问我。好啦，等我一下，我这先买一个飞机票，发票了，照下，我飞机票。你回去，你赔了没？背后都赔定了，发票了。回去你搞炒沙爹、炒芹菜就好吃啦。这外面一盒卖用开120块，两空二十，这三个三啦，我这是300块，这空我14块300，200块了。200块花枝条，等你搞炒沙爹，你搞个三条花，给你两块花枝条。个人不吃花枝条，我200块了。这张菜，还适合我200块。这是儿子。对啊，我好人去煮花枝条，你等于过分了去煮点菜啊。来，老板300块炒你啊。等你去煮，你搞用蜂蜜、芥末酱、美乃滋都可以。来，这边来200块200了。拢袂臭臊啦，免烦恼啦。吼，过门坐过先来，200块200块俩。200块，就存这两包呢，现在等于气炸锅去解了啦，全部一包现在100块了啦，100块，来，还一边坐头前坐，无啦。哎，林达达，你看吧，我问他，我回答他，他就不理我了，你看。为什么啦？通常我都现在都能够判断。最后问一下哦，有淘宝都能够判断，要上牌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要留东西？这样，有时候我不想回，就这个原因。现在住这哦。有时候我不想回，就是其实我都判断得出来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都判断得出来要不要回答他。来，这有人要吃，我问一下要上牌。春龙你好。等下你给我递两杯酒对吧？好，递两杯酒哦。请问可以留吗？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不知道你们住哪里，我也没有留过东西。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卖到几点。200块留了，200块了，200块。这三个有这三个因素，他才问这个问题。他连卖到什么几点不知道。在哪里卖也不知道，要买什么也不知道。他可能会，你若唔敢吼，唔敢食烧酒，你通常会问说可以留吗？通常会觉得是卖到中午12点或1点。来，小李，个人还问200块，200块。通常会觉得卖到下午，会觉得他们卖到下午。我了外公，你冇食过，我了买100块，明仔再开始翻挂。明仔再十多年啊！100块了，100块了，明天再包你啊啦！哎，变过两个了啦，100块了。来，两包来。可以留啊，但是你住哪里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过来要多久？你过来要多久来判断要不要帮你留？应该包呀。啊，表妹姐，你过来要多久？包呀。哎，你也不要紧的啦。
这边过来，阿脚受伤。来，等一下。阿哥有排骨啊。阿哥问一个100块，你要100块过来不吃？要放排骨。有好买的过来不吃吗？100块，100块这边过来，100块100块，还头前过一个啦。前面的。阿哥问一个100块不想买，100了。100块过来，我100块，100。要上排骨，你要吗？100块很好吃哦，来100块。来，阿哥现在来吃饭。好来，你还有鳕鱼吗？鳕鱼有啊，4片500块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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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屯的话过来的话，现在路上的话再过来大概20分钟。你要留什么的话，赶快跟我讲。还是你有没有要想要买什么，直接把单子打出来。你有没有想要买什么，直接把单子打出来。我先帮你记下来。我来讲哦，鳕鱼啊，好啦，鳕鱼啦。我等你介绍酱给我赚来啊，鳕鱼4片500块。过来不就蒜鱼的哇？还500块。好，来找500来，来，来，上次访问什么时候播出，我也不知道哎。要上台舞还有吗？有啊，这里啊，要几号？要几号？阿喜啊！要什么？要善药。要善药了。我要加购的。阿哥，来不善药吧？啊，前面一个来，后面一个来。前面一个。来，前面一个。鳕鱼，鳕鱼，没有。还善药。